生震耳欲聋，韩星金秀贤粉丝最爱的白女士暌违九年再次来台，超过800名粉丝热情迎接。手挥个梅婷，就连二楼的粉丝也没被漏掉。金秀贤朝四面八方送上各式爱心，还特地冲向粉丝线上亲笔签名。近距离互动后，还礼貌点头致意，羡煞全场粉丝。从外婆、爷爷、奶奶，大家都喜欢看他的戏，很开心，我们就很幸运的有被签名。金秀贤5号晚间6:45抵达桃园国际机场，宠粉的他一行下飞机后，特地到2航和粉丝致意。他身穿紧身白色 T 恤，搭配黑色外套、黑色帽子和直筒牛仔裤，虽然打扮低调，但难掩他的结实好身材。有啊，有对到眼，而且他还拿着那个花要让媒体拍照，值得，值得，值得。太开心了！一睹欧巴魅力后，粉丝感动到泛泪，因为等这刻实在等太久了。粉丝们不仅提早卡位，还特地制作台湾式竞选小物，要送给最可爱的龙头里里长儿子。就大概 total 15000就做完全部的东西，请假昨天就先上来，然后今天早上6:30就先在这里。泪之女王里面有一个未曾出现过的英叔，那就让他看到这个。韩剧《泪之女王》让金秀贤再创事业巅峰，粉丝细心出花招，就为了吸引目光。6号晚间，他也将在林口举办见面会，想必到时会再掀起一股追星热潮。华视新闻杨子怡、刘俊南、肖宇秀，桃园报道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，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